此时此刻，现在我要去泰国，只要老周把小春给我，一切就都好。这和我们离婚有什么关系吗？老周在泰国，高柏林蜜月都没有度完就回来了，说明他跟法国的投资公司已经谈妥。看住他，有任何东西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哇，你手机屏幕好大！指标吗？啊，这不是，这是我女朋友，这范冰冰啊，范冰冰就是我女朋友。 人在旅途，要相互帮助，就像一对组合。我叫徐朗，我叫宝宝。看见那个人没有？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，你就不想想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给他戴了绿帽子。我问你，孩子是谁？那孩子到底谁的？这事你还不知道啊？ 你不是带错路，就是删我图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靠！ I'm so sorry。 我跟你认识不到24个小时，没有任何交情，更谈不上朋友。我到泰国来是为了几个亿的合同，你知道吗？从现在开始不要跟我说一句话 ，OK？ 你到底什么星座的？人格太分裂了！里面有人追！ 你生下来，你们就直接把你扇到地上了。说我行吗？别说我妈，我就说。你有病，你妈也有病。我警告你，别说我妈。